气。我和同学到了将军国小拍片，我们拿了脚架、相机、摄影机到了电脑教室组装。组装完之后，有一些人说要不要去将军溪拍片，又有一些人说要不要去金星宫拍片呢？我说这个拍摄地点都很好呀，我们要不要轮流拍呢？找找故事的将军英娜，我们请了王叔叔来教导我们空拍的练习。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将军，有一格格的余温，绿油油的农田，我们美丽的校园，漂亮的将军溪，最后我们来到了大庙口。其实庙宇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我们也会到庙宇隔壁的杂货店买饼干和饮料，也会有很多摊贩来庙宇卖东西。村子里的人也会去买日常生活的蔬菜和水果，这里也是我们常玩耍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请里长来解说一下。你好，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要去都市工作，不要在乡下这边种那个农作物？因为吼，安种较吼，就业机会比较少。吼，阿大家为着要饲饱自己，你一定上基本爱去外口有一个头路，有一个收入嘛。哦，啊，因为这个洋盘街这块吼，是属于较高经济作物，伊的收入可以养家糊口啦。你若其他的农业，包括种地我嘛无啊，红菜头啊嘛无啊，迄根本收入吼无法当饲饱自己，所以少年人都不得不吼。离乡背井去外头吃老路嘛，啊，从事洋香瓜这块，事实是较辛苦。不过吼，我着甲我村里的少年来讲，只要呐唔惊艰苦吼，倒来从事洋盘瓜这块种植，绝对比伫外头吃老路较好啦。老板娘，请问一下，你这一间店已经成立几年了？哦，30年了。那你为什么想要开一间杂货店？因为就是年纪大了嘛，啊，也想要到就是没有到工厂去工作，就随便开个杂货店可以兼顾小孩子。那你为什么还有卖早餐呢？因为杂货店的生意就是我们这边人比较少，杂货店的生意不会很好，那兼早餐就这样子。那有很多人在跟你买早餐吗？还好啦，以前比较多，以前学生多很多，现在学生很少。那为什么越来越少？因为人口外流啊，所以人口外流。这个是那个大社会的趋势，没办法，大环境的趋势。那谢谢你的回答。好，经过里长和摊贩的访问，我们了解到将军是一个很淳朴的乡下，年轻人大多在外面工作，在当地大多是有一定年纪的农夫，当农夫好像很辛苦哦，因此我们也想体验一下当农夫的感觉。啊，我是在尝试啦，我们这边的土比较上黏土，它比较长不起来，他们一天他们三五寸啊，但是他们那边哦，一天可以长一尺多啊，他们那边是那个欧汪地区的啊，是沙土土，哦，将军国中以东那边。那边是沙土啊，这个我们就要小心，不要割到这一只啊，就是稍微用那个尾巴，镰刀尾啊，稍微，这一只哦比较不锋利啦，哦，这样，大致这样哈，像这个明天就开花就不好了。
哦，像这样。啊，这个白白的是细藻土哦，我们那个要吃的时候再冲洗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大致是这样。我中间我就会晕。它蜘蛛网。看有没有啊？看。我们这个江津地区可能是洋香瓜现在的建立价值比较好啊。哦，阿丽娜，其他江津那个芦笋啊，也未歹啦吼。那是听讲的啦，啊，不过我到今嘛是拢也都无赚钱的啦，拢也都亏钱当中啦。哦，甚至讲我是在体验。哦，啊，并且讲，尤其那个年轻一代的吼，甚至讲，做那个事业爱读册啦，啊，读册较好啦，第多啊，对吧？啊，读册，你今嘛要投入工作，年轻化，你嘛是爱有基本的知识啦，啊，对吧？无你一寡专业名词你看无嘛？像我啊，我咧看一寡物件，迄落就感觉讲安那较刺激啊，哦。虽然讲高中毕业，不过较早咱在讲个讲咧混日子个啦，哦，啊，并且讲最好嘛是年轻一代嘛是安那读书比较好嘛，哦。在后面接他。好。虽然很有趣，但是真的很辛苦又有点累，尤其在太阳底下工作久了感觉头晕晕的。接下来还要把芦笋依照长度一根一根地放好，才能卖给客人。像你说这一只人家给你买100，他这个就要80-90，不可能给你买100。啊，同彩你来啊，来，这边给你弄，来。啊，这个糖啊，来给他水来冰啊，来搅沙。来，同彩你这么来，这样，你就说这样哦，拉到一样长的啊，一样长的把它拉出来，一样长的拉出来啊。开始来煮最好吃的芦笋大餐。全部盖到水哦。那个芦笋大使入华姐姐来了。然后等一下滚了之后再滚两。
分钟，那边有我看到有一个小时钟，等水滚了再滚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。然后要起锅前，我们再加一点盐巴进去，这样它就会有自然的甜味。好，它不要一每一天不要变，一边开它会更慢。你差不多过一分钟，它就加黑；两分钟后啊，它就加黑。好，安尼好。它滚的时候火就可以关小一点，中火两分钟。老师，你应该拍他们。招潮蟹，这是我们将军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地方。今天特别邀请到生态专家庄梦宪来教我们更多红树林的知识。螃蟹有十二种，但是我们这边的招潮蟹啊有三四种啊。但是因为今天涨潮的关系，有一些比较喜欢住在下面的泥滩的啊就看不到了。那老师现在抓的这一只是公的还是母的？公的。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大哦。哎、欸，啊，如果两只都是小的，是谁？母的。哎、欸，母的啊，它都是叫白鬃招潮，这只也是白鬃招潮。那时候老师没有，它身体是黑黑的。那个人哈、哦，有的比较白，有的比较黑，所以白鬃招潮蟹一样哈、哦，有些是比较白，有的比较黑。然后总之它的特色就是它的大螯有这个白色的。那像不像有人在它在挥动大螯的时候，像不像有人拿白色的扇子在扇风？对、嗯。所以它叫白鬃招潮。那为什么叫青白招潮？也是因为它整个都是白的啊。那在台湾的招潮蟹里面有两种白色的招潮蟹，那我们这边今天看到的都叫做青白招潮蟹。哎、欸，这都有专业名字的啊。啊，这种的，一只一只，你也不要当掉啊。芦笋起锅了，吃在嘴里，甜在心里，这种特别的经验
好想再尝试一次。将军是我的家乡，这里有保佑我们平安的神明，这里有好吃的昂骨桂，这里有古老的中药店，这里还有我的好妈咪。不知道长大以后的我们是不是也要像叔叔阿姨一样到外地工作，真希望我们能继续留在这里一起生活。这就是我们将军的故事。Thank you.